来多良车站这边来逛逛，来走走拍照。那也有从台北下来游玩的旅客呢，是特地前来多良车站这边踩点来听一下他怎么说。原本有蛮担心的，但是今天天气好像还不错。玩我们直击宜兰外澳海滩，目前的状况，晴空下风浪，见大不少的冲浪爱好者都跑来冲浪，还有很多的女游客穿着比基尼也来感受冲浪的快感。 甚至在大太阳底下呢，还有业者搭起了棚架开始教课。其他还有很多的人也到沙滩上面来踏踏浪。只是还是要提醒民众，随着台风越来越靠近，接下来宜兰风浪还会持续的增强。而中央气象局目前也针对这第14号灿树台风发布了长浪及时的讯息，那包含基隆的北海岸，还有东半部，包含兰屿绿岛、中南部恒春半岛，还有澎湖、金门沿海地区，都可能会有长浪发生的。Northern Philippines, Taiwan, though, could feel the biggest impact from that storm.